往下沉，沉肩，沉肩，对，很好，来，肋骨呼气降，对，呼气降，对啦，降肋，对，很好，拉长，感觉这一块有拉伸感，对，然后大腿内侧收紧，呼一口气，然后臀向上提高，感觉向上提高1公分，呼一口气提高1公分，这种感觉啊，自己感受，呼往上提，呼往上提。对，呼，再往上提，大腿内侧收紧，再呼，呼气往上，对，收紧。对，首先建立一下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呼吸啊，呼气下去，对，降肋，使劲降啊，肋骨降不下的，使劲啊，用点力气啊，往下走，使劲用点力气，发力啊，站一下，站着啊，站着别动啊，肩膀来往下拉起，对，往下沉，往下沉。对，使劲的呼吸，深深的吸，深深的呼，呼下去，把肋骨和我们的小腹一起向中间靠拢，碟子次要，来举那个就行了哈，碟子是次要的，我那一套我不太熟悉，等就带着你们跳过去，跳歪了。对，呼到了吗？呼到位置吗？哎，对，你看这肚子不就下去了吗？是不是？练都不用练就下去了，对吧？对，呼，内侧收紧，小腿往中间一夹，膝盖往旁边一展一点点，其实这一块就收紧了，收得紧紧的。这边肩膀下一点，两边肩膀不一样，看没有？对啊，拉起，拉起，对。屁股别卷啊，别卷啦，不能卷啊，不能卷。往后推动一点，在镜子里面看一下髋膝踝在一条线上没有啊？对，想要翘臀，必须这个地方往后推，往后推，哎，推起，对，很好，哎，非常好。对啦，肩膀再放松一点，往下拉起，膝盖放松一点，对，你膝盖太紧张，对，很好。稳住啊，膝盖放松一点，膝盖，哎，对，膝盖，对，很好。你再遮住我都看不到你的屁股了，好像胖了些啊。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是不是？壶，往上，这就行。肩膀朝上，哎，对，好，稳住啊，稳住了啊。好，来，手张开，两个手张开，两个手张开，向两边拉直，拉直出去，对，拉直，拉直，拉直，收紧，拉直，拉直出去，承接下，手臂微微的弯曲，拉去，对，拉起，这一下弯曲的时候就感觉脖子往下拉直，好，来，头往旁边偏过去，手别动，手掌心朝下。拉开，慢慢回，反方向，收回，反方向，再来，反方向，拉开，好，来，直接向旁转过去，对，横着转，手不动啊，手这大臂那个地方会发力的啊，来，往下沉，起，沉肩，反方向走。对，反方向走，继续来，起向旁，反方向走，好，来，回到正位，往上抬起来，慢慢的回来，再向后，对，继续别动，别动啊，对，往上抬起。抬起来，感觉下巴是找地方了，但是其实你看后面这里啊，后面这地方来往上抬一点，后脑勺，哎，对，是要感觉往上走，而不是真的从面朝天花板转，走不了，后面这里。
不要去挤压它，对，拉长这个地方，哎，这样子是很好的，对。把嘴巴张开，对，下颚不动，下颚去找下颚，往上推。向旁推动，来，对，推动。
动过去，感觉这一块收紧挤压，这一块拉开的感觉，感觉我们的右边的这个骨头插到肉里面去，这种感觉。好，往旁推，肩膀往后往下沉，往下沉，肩膀往后往下沉，拉起往后沉，对，这边搓进去，给它搓进去，搓进去感觉了，稳上这种感觉，收。对，胯骨打开了，然后腿部练得好，腹部也练得好，对，推过去，对啦，好，对，再放松下来，对，再次打开，同时打开了两个部位，一个是这边啊，这边对，打开，飞起背，一个是胯骨，一个是肩膀，对，飞起背啊，加油，飞起。八、七、六、五、
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OK。算了吧。简单的啊。好了，再来一次啊！来，往下去拉开，全部拉开了啊！拉开，等一下我就跟上电子琴可以了啊！来，下去。好，注意我们膝盖，你看膝盖不能这样子啊，这样不行，来膝盖打开一点，可以打开一点，来拉开，把整个把来手撑着膝盖，撑开，撑开，对，撑开，往上撑开。好，别卷尾骨啊，不要卷尾骨，臀向后推动，对，臀收紧了之后，然后往下，同时中间啊，把腹阴处给我收紧。对，拉开的同时，感觉这块不起收紧，得收紧，憋住，憋尿一样的，憋住啊，憋住，拉开，感觉拉开，好不好？吸气，呼气，拉开，吸气，往中间收。对，呼气拉开，吸气往中间收，呼气拉开，吸气往中间收，呼气拉开，往中间收，对，收紧啊，对，大腿内侧发力，收往中间收，那种感觉，对，往上收，吸气，呼气，收 ，OK， 慢慢的回来，人来了，回不来了，好，来，来跳舞。舞者真的跳得很漂亮啊！来，跳得真漂亮啊！来，you are now.
Thank you.
手并下右摆，注意来背部发力，捧胸，拉长手臂反过去，背阔肌发力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Yeah.
把肩膀向下，对，小肩。七
好，换动作。
准备，脚尖，一、二、三，小腹往下沉啊，腹肌往下沉，对，把胸椎往上提起，背部发力收紧，收紧背，我们手部放松啊，对，往旁边呼气，呼，对，打开胸，打开胸，打开胸，把脚尖拉长给腿。一对十二，我操，十三、十四。
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39, 40,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8,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, 69, 70, 71, 72, 73, 74, 75, 76, 77, 78, 79, 80, 81, 82, 83, 84, 85, 86, 87, 88, 89, 90, 91, 92, 93, 94, 95, 96, 97, 98, 99, 100, 101, 102, 103, 104, 105, 106, 107, 108, 109, 110, 111, 112, 113, 114, 115, 116, 117, 118, 119, 120, 121, 122, 123, 124, 125, 126, 127, 128, 129, 130, 131, 132, 133, 134, 135, 136, 137, 138, 139, 140, 141, 142, 143
来，背节奏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
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加油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九、二十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成绩起来。把手臂张开，一脚不动，手动来往下拉起。胸部抬离地面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来，手臂捧一捧，手往上推，来，加油，对，对啦，对，加油。哎，对，使劲往前，爬起的感觉。来，加油，来，对，加油，来，坚持住啊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你们俩一个方向走噻。你们俩手太长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。对，好嘞，对，最后十二十九，加油，好，八，加油，七，六，五。脚向旁展开，向旁展开，对，拉起往上，呼气，起，哎，拉开，起，展开，胸椎放松的展开，展开，对，感觉自己胸椎完全展开了，脚往后往旁拉起来就可以了，腿一蹬，整个人都上去了，来，继续呼气往上蹬，对，一下，呼气往上蹬。对，脖子往前拉起来，对，对，整个脖子不能有皱纹，前面、后面、旁边都不能有皱纹啊！不是拉直的，对，来，再坚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三。翻过来，继续来。翻过来啊，来，哦，来，双脚打开，脚长的就放垫子的放地板上，脚稍微再长一点的就往我中间一点点来，来，继续，没有短腿啊，只有长腿，来，往上抬起。来，肩膀放松，肩膀着地。好，来，腰放松，往上推，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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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，呼气向上推，呼气向上推，呼气向上推，小腹收紧，小腹收紧。别卷围脖，不要卷围脖，上吧。对，准备起上，腰也是收紧的，准备起上，感觉我们的膝盖向外转开，向外转开膝盖，好，膝盖向外转开，对，继续，对，向外转的，膝盖向外转开，站起吧，不客气。转，
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我算算了。抱住来，把腿抱住。拉直下，对，拉直下。最强腹部。
下来，腹部来，搞腹部来，搞腹部来。4早点发财。
好，
好，向上提一下，苹果拉开。向后坐起来，来开胯，收紧啊。换边，两边要对叉，拉好一点。干嘛？拉伸，拉伸。拉好了，就不拉伸了，来两边压长。来，把腿拉两边压长，一样的方向啊。向上抬高，好，来啊，半个青蛙跑来，向上挥起，注意腰哦，收紧腹部的，消耗宝贝，往前挥起，消耗宝贝。好，来，闭起脚来，向上，臀部向上推高，肩膀放松，往下沉，对，沉肩，下腰，好，回来，勾起脚尖向前推。可以打开，两边走。转向另外一边。好，来，青蛙哈哈的休息，哈哈哈的休息，哈哈的休息，来，休息下来，来，向上自己爬不下去了呀，我来搬。你好快，趴下啊，配合呼吸啊，呼气的时候肚子往上收，呼呼呼气啊，呼气，呼肚子往上收，呼气都往上升，我跟你讲什么秘密？我被关在里面，谁在关着你啊？有秘密啊，他不想讲了。我说你哪里是安静的，请那东西了吧？我想在这个床上走的那个猪哈，你到底是哪里的？真的，我想写的都拉拉的，书面不能理解啊。我写的北面的吧？你不能理解，我心情平复了很久的话。对呀、啊，能理解的。哎呦，我都忘了，差两分钟，我就老师讲我今天小脾气了，大家都说你是不是紧张？是不是气上小了？那好了嘛，不聊了。是你把那个垃圾一扔，今天我一下。开玩笑，我看到这一站有好多这种垃圾，连公交的时候都是收的电子票，刚开始这个水是一下就下来了，还是什么？这些也是什么？好久了，没收了。满意，哇，慢慢起来，也好美。
看朝天，对。OK， 老师。没事的，你的稿子呢？没得事啊。对呀、啊。对，是个。继续补，你的腰带好多了，跟你讲，今天好多了，你不相信？我里面全部是废修，好多的。不管意思，下一次上课之前来赶回一赶回一个来。也不得，好难修。拿起好难修，你不晓得。我的笔记也有嘛。好难修，衣服拿起来，这种感觉好难修。不能对。这个走是吧？你个身材，我也可以这走是吧？一天到晚就是个走是吧？每天走。真卡，那我现在走下去。开始都是个样子。是吧？边走边唠嗑是吧？对。我怕等万一没走好，等娃哈来把发点脾气来。好慢，估计是走两还是走三还是走四，反正好慢的。可以了，你试一下噻。好了。说不定好心送花的呢，送礼物的呢。是吧？有的。看看。礼物的呢呀？是啊，那就可以啊。我就果然轻轻松松就过了些生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好的人哦。身子是吧？你有啊，你有个这样的身子啊，腰的个身子啊。好了，有的了。你看直播，我看你好像都是在那嘎呢。我不得，我不毛，那时候是那个台后边，我都毛理的，都一般都那时候搞完了，然后就放那里放一下。一般我这个上课那里还聊到哪去了？嘎就马个聊了，是不是？
一边的忙。现在反正这个简直还有好多猜谜语，猜那个，反正绞尽脑汁在过些过些健康。哎，没办法。想得出，只要你能创新，那你的流量就是多带多。哪个年代不好？我都几岁的你哦。现在流量已经达到1000多岁了，是吧？对。就这么撸吧。你不是要骂他吗？你咋不开直播了？我不想。啊？我没得个人。看你的粉丝要好多，粉丝有3万多。哎，没我的。我3万粉丝，但是。哎，你可以带货的，你可以把那。你莫以为带货好难，好难带，我告诉你。我让你把那个购物那个。你不要想到我。没得用，没得用。你莫想起个那个，没得个。到时候冇有福是你个，有祸有福你挣不到，祸就是你个的。搞不好，我另外搞不好。我没做过，但是。冇，我带不得货。你看，佣金好多吗？佣金你看不动个。基本上是跟七到二十。二十、三十都有。哎。看哪样东西，但是好难，好难，好难。卖不好啊，就是好多不分开。对，你好搞个就冇得那个了。收银是好一点。那讲定，你家过来个明星还把你好分个哈？对呀，你开玩笑。讲定呀！哦，涨起！哦，几十个，那个都一下把封给他了。几个串烧？搞绝小自己老公噻！几对两口子7万？去搞那家护肤品，把别脸啷个哒？当今啷个哒？搞串烧，几个那个真的是搞串烧，晓得吧？我告诉你，我看到有时候也是达到千把钱了，就是没撸到，是啥原因呢？我没想，我根本没想过。也没撸到，也没撸到亏。我跟你可上，你好有在意，没得在意还是。有那个个。要么你就能厚着个脸皮博别人，博别人博君一笑。哎呦，没点那个。太多了，晓得吧？太多了，现在就是。你们看到那些形象不好的，就反而还。那是因为那个哈。这段子也拍得好。对，这就专门搞笑噻。走路线不一样。这裤子，裤子上衣，我明天穿，帮我包着衣服。那个也没关系，穿就当，就带一点，穿花一点。我120斤的衣服裤子不配，配一个都在那里。你的碗就是 happy 是的，这就我。今天过节可好扎实。哪几个不扎实啊？切，你良心过了，你有时候还有点摸鱼了，哈哈哈。我良心在个。有时候好累的时候，哪一天哪一个在经历了。脖子疼啊！你脖子疼干嘛？你脖子干嘛疼啊？一直仰着，你仰慕我是吧？你是不是仰慕我？你一直仰慕我。
这会好点。我准备下了，这会好点，我也累了。我也累啊。你又上我的私教课。你先进入 VIP 群再说。对，你先进入 VIP 群再说，不要乱说话哈。我准备下播了哈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先进这个 VIP 群啊，太远了，远个啥呀？在 VIP 群里面学呗，每天我一周的话更新个两条，然后你们学。对不对？吓死我了。好了吗？我准备下播了哈，下播。没点关注，点关注，下播了。支持主播的可以进入 VIP 群，进入 VIP 群，等会去拍一个背部的动作啊，背部，练习背部的啊，今晚上是练习背部的。披着头发好看啊，披着头发。好，咋个练？下播了，好嘞。